现在女性呢，越来越多人选择冻卵。不过，根据法律规定，想要来解冻卵子呢，必须要在婚姻当中，而且还要得到丈夫同意，限制了单身、离异或者是同性恋女性使用卵子的自主权。因此呢，就有行销公司在今年妇女节鼓励同仁对这个议题提出解方，希望可以透过创意行动翻转既有的规定。